我们这次呢是来到了西班牙的一个著名的度假小岛马略卡岛，来试驾保时捷的新 Macan。 先来看看我这款车的车身颜色，它有一个很别致的名字，曼巴绿。曼巴呢是澳洲很毒性很强的一种毒蛇，而且它有非常艳丽的外表。那么这款车的车身颜色呢，我觉得很有异域风情，而且还有一点魅惑。我们来看看它的外观。其实呢，新 Macan 的车身尺寸还有轴距都没有变化，外观的变化也不大。最明显的应该算是中网更加宽大了，同时呢，旁边加了黑色的装饰，好像一个獠牙一样。另外，之前的这个雾灯的位置被取消，变成了一个贯穿式的进气格栅，包括这里的转向灯呢，也非常的精细。同时呢，新 Macan 全系都标配了 LED 的智能大灯，还有保时捷家族式的四点式的日间行车灯，还有刹车灯。好了，前脸就是这样，来侧面。这部车呢，它是选装了21寸的轮圈，用到的是贝耐力的 P0 的胎，这个也是比较适合跑公路的胎。而且新 Macan 的所有的车型呢，它都是后胎要比前胎更加的宽，像这个的后胎的宽度是295，前胎呢是265，这样也让它的这个动态驾驶的性能运动性会更好。如果呢你不太确定自己看到的到底是不是新 Macan， 来到车尾就一目了然了。新 Macan 也是标配了这个家族式的贯穿式的尾灯，而且它的这个尾灯更加的精致，它是立体式的。好了，车身就是这样，上车。来到新 Macan 的车厢，你会发现其实它的结构跟设计都没有特别大的变化。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之前的7英寸的中控屏现在变成了一个10.9英寸的大屏，那么之前的空调出风口的这个竖的位置呢就移到了下面。我是觉得它这个送风的位置会有一点低，不知道在夏天降温的效果会不会受到影响。另外呢，在这个挡杆的这个位置，之前的非常有保时捷风格的这种飞机驾驶舱的机械按键全部都被保留了下来，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高级的，而且在开车的时候好像更加稳妥而且方便一些。包括阅读灯的这个位置也是很有保时捷的风格的，这个鱼骨的按键的排列也是被保留了。那么在新 Macan 上面呢，我们可以选装来自911的运动方向盘，这个方向盘就会更加的精致，而且呢外面的这个皮质还可以选择 Alcantara 皮或者是木质的这个材质。在之前的 Macan 上面我们是没有办法来选装这个 GT 运动方向盘的。我们现在开的这部车呢，可以看到它的车顶是 Alcantara 的一个车顶，的确整个车厢的氛围是非常的高级而且精细的，包括你看到旁边的这个座椅应该也是选装了打孔的这样的一个皮质，承托性和柔软度都非常的好。不过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可以吐槽的地方，就是我的手机依然是无处安放。在之前嘛，看的上面手机就是会比较尴尬的，现在的手机依然是没有特别合适的一个位置，这里或者是这个地方好像都没有那么得体。然后它的储物空间呢也是比较浅的，这里有两个 USB 的一个插线口，然后其他部分呢好像就没有特别要说的了。我们去后排来感受一下。其实我觉得新 Macan 作为紧凑型 SUV， 它的后排空间一直都是没有什么优势的。不过呢，可能选择新 Macan 的用户也不是特别在意后排的乘坐体验。那么后排呢也是最多乘坐两个成年人，因为它的地台非常的高，你看我的小腿的这个部分已经全部被挡住了。后排有一个独立控制的空调的出风口，然后下面两个 USB 的接口，但是你好像找不到更多的可以储物的空间了，它的这个门板的这个储物空间也是非常的有限。然后这边呢可以放水杯，基本上就是这样了，没有特别多的一个亮点。它的动力
总成依然是沿用之前的。基础版呢用到的是 2.0T 的直列四缸发动机，全系标配的都是七速的 PDK 的双离合变速箱，所以它的动力输出是非常的平顺的。当我在副驾驶的时候，我完全感受不到它什么时候在换挡，我自己开的时候我其实也是察觉不到的。所以呢，当你在开这款车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很得心应手，而且非常的轻松省力。不过开一段时间可能就有一点昏昏欲睡了，你完全不记得自己开的其实是一部保时捷。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会选择用到它的运动模式，因为会更加的干脆利落，而且它的这个动力的响应明显要迅速很多，在过弯的时候它的这种凌厉和精准表现也是更加出色一些。那么现在呢，我开的是 Macan S， 它搭载的是 3.0T 的 V6 发动机，动力呢也会来得很迅速。来看，哇，其实我个人觉得选 Macan 的话， 2.0T 的这个基础版本就已经足够用了。如果是开 S 的话，可能对于你个人对整个车的驾控能力其实会有更高的一些要求，而且它是很鼓励你去开快车的。当你这个速度慢下来的时候，你是感受不到 S 本来应该给到你的那种很澎湃的快感的。省下来的这个钱呢，我觉得不如就是把它用来选装一些其他的娱乐或者是舒适性的配置。这次我们来试驾的地方呢是西班牙的马略卡岛，这其实是地中海非常有名的一个度假小岛，包括西班牙的王室每年都会来这边度假。这个酒店叫做 Corosa Hotel， 那么它是一个很大的庄园，而且户外的环境非常的好。然后呢，房间是一栋一栋的这种独栋的 villa。现在去我的房间看一下，请进。我今天要一个人拍一个一镜到底，来挑战一下。一进到房间呢，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房间整体的色调非常的柔和，很放松。然后左手边一进来就是一个洗漱的空间，有淋浴间、洗手间。然后走到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mini bar， 上面有胶囊咖啡机，哇，我下面好多的酒啊！虽然我不喝酒，但是看上去很有度假风，哎，蛮豪华的。同时它的这个布局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整体，但是用这个楼梯做了一个分区的一个处理。这边呢就是很舒服的一个灰色跟白色的床，然后走下来呢，这里是沙发的区域，没有什么过多的装饰，但是很舒服。虽然今天不是晴天，但是我们把这个落地窗打开就可以直接走出去了。如果是晴天的话，景色一定更加的好。哇，很贴近自然的感觉。包括来到这边，它都是通的，感觉就可以直接去邻居家 say hi 来串门了。很舒服。那其实我们今天拿到试驾车，然后开到这个酒店的路程呢有2个小时，而且今天非常大的雨，所以在路上的时候真的觉得开得挺辛苦的，好像来到了一个假的海岛。但是进到这个酒店之后呢，尤其是进到房间，它确实让人觉得很放松，而且很温馨，是非常治愈系的一个房间。